一天几个小时？他们这里是最久是17个小时。那不能属于姐姐吧？对。但是17个小时已经很久了。那什么时候睡啊？我是觉得我们是哥哥，怎么也是要比姐姐多一点，我就写了个18个小时。哦哦哦，18。这18，怎么也要被姐姐好吗？我写了个2。那你后面加一个0，就变20了。我觉得男性骨子里头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精神，不怕输的精神，要赢的那种精神。